其實我最想指點迷津咧，就係我嘅事業。其實依幾年咧，可以話係接近冇工作嘅。咁所以我想知道點樣可以去翻以前嘅事業運啦，或者係點樣可以揾翻錢啦？幾時係一個好時機，或者係我應該係做邊一方面會更加適合自己？因為我本身係瑜伽老師嚟嘅，咁我想知點樣可以好似 Coffee 咁好勁啦、好叻啦、又咁靚女啦，跟住有事業咁成功嘅。健康方面咧，因為自己身體咧一直都有啲小問題啦，咁一直反反覆覆啦，咁所以咧就想喺自己個八字啦，或者係命相方面咧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可以天命師傅可以幫到手嘅。咁其實我本身咧就係做健身教練嘅，開始就喺度諗緊究竟呢一行仲繼唔繼續做好咧？咁就好迷茫。咁跟住我就想就知道自己究竟乜嘢嘅事業係真係啱自己，同埋有興趣可以堅持到揾到錢，仲要係啦。壬水天干透甲木食神，享受型今年舒服嘅享受。女性嘅話有機會生兒育女嘅本身入邊七煞，有機會有暗桃花嘅本身女仔暗桃花，同埋要小心婦科病，本身女性啊小心婦科病。男仔冇乜特別大問題，容易心急，容易揸快車。